朋友圈刚刷了鱼，这都下水了，我把小鱼儿挖起来。小鱼儿，小鱼儿，小鱼儿，嗯，下雪了，快去看雪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真的吗？真的，骗你是狗。好吧，那我起床。我们现在到楼下去，因为听说下雪了。才死的眼睛，走，去玩雪了。看看，对我们南方人来讲，这点雪我们已经好开心、好激动了。你看，看，激动、激动、激动，怎么样？赶紧玩，玩吧，开心不开心啊？嗯，差点就扔爸爸头上。嗯，你说明天早上会不会更大？或者明天早上早就没了，我们这里温度都没到零下，肯定要融化的。哇，有可能。哇，那你跟哥哥可以一起玩雪了。啊9点，完了，到衣服里去。你看这个枇杷树上面啊，已经有一些积雪了啊。这就是南方人看到雪，激动到睡觉都不要睡，下来玩雪了。可是他为什么不是白天下，晚上看都看不清？白天还能打雪仗，这点也够打了。手有点冷，其他不冷。手冷？那肯定有。当心弄湿自己的衣服啊！再来一次。彩彩，你知道吗？下雪了，外面。怎么样？现在冲手水是温的。你头上都湿了。我的关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睡觉。